the world the fastest foldable 5G phones。随着华为 Mate XS 的发布和上市，让我们时隔多年又想来详细的去聊一聊关于人机交互的问题。因为折叠屏手机的核心在硬件层面当然是铰链和屏幕，我们在折叠未来的片子当中呢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阐述。软件层面的核心则是图形界面的升级和改良，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折叠屏的图形界面的改良，它的重要性会大过硬件技术本身。因为硬件技术是为效率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效率真正的释放则必须要通过图形界面的升级去达成。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去探讨一个这样的话题，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得先从人机交互最开始讲起。只有把当下放在历史进化的维度去审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预见未来。在人和计算机打交道的早期，或者说是原始时代，跟计算机打交道其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要用电动的打字机在卡片上打一堆密麻麻的孔，然后把它扔到计算机里面去，过一会儿呢再给我们输出一堆同样打着很多孔的这个卡片，再通过这些孔呢来去判断计算的结果。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意味着我们的输入和输出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延迟，那么巨大的延迟也就意味着计算的结果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不确定存在，无法发挥计算机真正的实用潜力。那么直到有一天显示器被拿来和计算机进行了一种结合，才产生了实质性的颠覆。这个颠覆在今天很难想象它的意义啊，但是当我们知道了过去输入一个指令需要那么多复杂的过程，输出结果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当我按下一个按键就能够看到实时的反馈，才能够理解那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啊。当然只有颠覆性这三个字才能够去形容它。输入和输出的延迟问题得到了解决，才让计算机的使用效率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但是呢，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时候显示器上的界面还是非常指令化的，你可以看到一行行的指令，得到它的反馈呢也是一行行的文字结果，它的理解成本和对于操作人员的技能要求其实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只有程序员才可以使用，这就大大限制了计算机它的应用范围。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经过探索找到的解药名字叫做 GUI， 叫做 Graphic User Interface， 也就是我们时常说的图形界面。那么它呢，把过去一行行的指令变成了图像化的展现方式，去寻找一个文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输入一堆晦涩难懂的这些命令，而是像真实世界当中打开文件夹一样一个一个的去翻找即可。这件事情让普通人也有了使用计算机的可能。当然这一切要感谢 Xerox 失了实验室的探索，也要感谢苹果的 Macintosh 的发布，以及后来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普及。那么对于这段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呢，直到今天可以说仍然是科技界里面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至此呢，经历了非常长时间的探索和摸索之后，人们才将人机交互的发展带到了一个快车道上。直到今天，无论你用的是电脑、手机还是平板，还是智能电视，甚至是智能冰箱等等，这种广义上的计算机，我们其实和这些设备的交互都活在80年代那一批先驱他们探索的结果之中。那么之所以说我们走上了快车道，是因为在 GUI 普及了之后，人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变得非常的具象了，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如何提升运算效率，那么这件事情跟微电子和这个硬件相关，我们今天不展开讲。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改进图形界面本身，去提升计算机输出的这种效率和交互的效率。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以窗口化为代表的信息组织方式，让信息从计算机里输出给人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多个窗口多线程的方式去呈现。所以说多年以后你会发现计算机的屏幕也从最早的9寸一直飞跃到了现在的几十寸，越来越大。因为这个视窗化的输出逻辑，尺寸它就决定了输出效率，这也基本上概括和总结了整个 PC 电脑的这样的一个演化逻辑。但是突然有一天，人们要解决的命题呢又多了一个。随着计算能力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把计算机做的体积非常小了，甚至可以把它放在口袋里的时候，就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在一个小尺寸上面做出富有效率的图形界面。但是起初你要知道，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人们的经验主义直觉性的会把 PC 上非常成熟的经验，把这套图形方案搬到我们的手机上。这就是早期的 PPC、Pocket PC 以及 PDA 的这个交互逻辑。虽然说屏幕尺寸只有小到了5寸，但是呢，你会发现厂商依然会给你配上鼠标的光标啊和键盘，甚至有的时候呢再给你来根笔。你甚至可以在一个5寸的屏幕上跟电脑一样去做各种各样的窗口化管理。我大学时代呢玩了很多年的多普达的 PPC， 所以对那个阶段的交互方式印象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我甚至会认为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以历史进程的眼光去回顾，你会发现 Pocket PC 没有得到很广泛的普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简单粗暴的把 PC 的交互方式照搬的行为，其实历史证明它并不是高效的。直到又有一个人跳出来，他说你们都错了，移动端的图形界面不应该有窗口的管理，应该只有一个窗口，要么完全打开，要么完全关掉，也不应该用什么笔呀和键盘这样操作精度很高的交互介质，应该直接用手指。你们不明白是吗？那我就做个产品给你们看。我们都知道这个产品叫 iPhone， 这个人呢当然就叫做乔布斯。那么跟以往的这个交互的进化相比起来呢，这次可以说并没有那么的顺利，因为 PC 的交互经验实在是太过于成功了，甚至有人说乔布斯是神经病，没有实体键盘怎么可能有效率呢？后面的故事其实不用我多讲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至此呢，经过了20-30年的发展，我们终于完成了人机交互上我们的基本的认知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进化，那就是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基于不同的屏幕尺寸去针对性的优化图形界面才能够得到相应的最佳体验。所以说我们把7寸以下的叫手机，7寸到13寸的叫平板，13寸以上的叫电脑。那么图形界面呢，根据不同的尺寸也各有各的思路和特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处在的科技行业的格局。而移动端尤其是手机的图形界面就是 exactly 沿用着乔布斯当年的思路去计划和发展的，单一窗口，全屏展示，要么开要么关，单线程的交互逻辑非常简单，甚至在页面排布上都有着非常成熟的固定方式，页面上永远上面是一个大的 banner， 中间几个按钮，下面是4个 tab， 别管你是 iOS 还是 Android， 都是上下左右边缘滑动来去呼出各种控件进行系统操作，并且这个交互的框架非常成功，人们也是广泛的接受。终于我们来到了今天最重要的命题面前，折叠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折叠屏的出现是人类在整个人机交互的历史上又有一个重大的全新命题，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个可变的屏幕尺寸上去做图形界面的设计和改良。虽然说过去我们积攒了在不同尺寸下丰富的图形界面的经验，也有了更加深刻的图形界面的认知，但是这样的一个可变尺寸的尝试还是全新的，仿佛我们又回到了起点，要进行重新的探索。经验主义的路径就是从最近的成功经验上面去照搬，那就是折叠屏的 UI 全面的平板化，平板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反正尺寸差不多。它确实让人们看到了折叠屏这种产品形态能够在未来所带来的巨大潜力，但是作为早期的尝试还是难以避免的撞上了两个巨大的障碍。第一个就是老生常谈的移动端窗口化，这个已经被证伪。第二个就是相应所带来的巨大的软件的适配工作量，还是处在萌芽时期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形态呢，是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让全行业去迅速跟进的。作为一个硬币的反正两面，这也恰恰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改进的思路和前车之鉴。作为第二代折叠屏手机的代表，我们刚好可以通过 Mate XS 来看一看他对于这个命题的思考。折叠屏的尺寸可变，在软件适配上其实最大的挑战恰恰就在可变二字上面。折叠状态下 Mate XS 它其实就是一部普通的直板手机，和我们平常看到的所有交互界面和交互的逻辑都一模一样，完整的延续了我们在7寸以下手机产品当中的沉淀和交互逻辑，正常的全屏化显示，单窗口单线程。那么重点是在展开的状态下，华为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呢？我们体验之后可以总结为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 1.5 线程，之所以说是 1.5 线程，是因为它本质上还是在做一件事，虽然说是一个应用，但是在信息的层级显示上它做到了并列，把它拉平了，省去了我们在直板手机下这种返回的步骤，类似我们在浏览器上多开了一个 Tab 标签。你比如说我们在使用钉钉的时候，
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只需要在现在的这种手机的交互状态下完成即可。但是如果在工作的比较繁忙的时候，需要多线程沟通的时候，在项目协调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在快速的不同的界面下进行切换的。那么这个时候，并列的层级优势就会得以显现。那你再比如说在淘宝上，左边是搜索页面，右边是你点开了某一个产品的详情页，然后你再点击购买的时候呢，或者是联系客服的时候，它又变成了左边是产品详情，右边是你的客服或者是订单的对话框。所以说它永远是把关联性最强的两个页面同时展示给你，这样看起来比较刚性的一种窗口管理机制，在手机的使用场景下实际上是更加合理的。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过去10年里面，凡是尝试在手机的小屏上面做窗口化管理的都没有成功过。即便这个时候如果再有其他的消息弹出，那么系统也不会打破这样一个全屏的窗口逻辑，它会以悬浮的形式显示，无论你是 APP 本身还是弹出的这个临时窗口，你的交互选择永远只有打开和关闭，没有重组和重叠。这就是华为在折叠屏交互界面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和特点，就是把窗口整理这件事情在手机上完全干掉，尤其是在折叠屏手机上，也是和上一代折叠屏UI 界面相比的话呢，最大的一种进化。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真的双线程，左边是 A， 右边是 B， 两个应用可以完全的不相干。比如在左边可以打开股票软件，右边的话呢，又可以进行实时的聊天，或者是左边呢参加视频电话会议，那么右边的屏幕呢进行会议纪要，或者是发送工作的邮件。甚至你可以左右两边的屏幕呢分别打开淘宝和京东，来去对比同样的商品价格和发货时间等等。那这就是典型的分屏逻辑了。但是你会发现，即便是分屏逻辑华为的策略依然是单一的，那就是没有重组，没有窗口管理。在折叠屏现在的发展阶段，可以说这样的 UI 的硬性管理应该是有比较强的合理性的。第三种状态就是全面屏， OK， 一个 APP 那么只有一个信息层级，在这种状态下呢，会非常适合那一些沉浸感很强的应用，它会有很大的帮助。你比如说我在看视频的时候，或者玩游戏的时候，它会有更加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射击类的游戏呢，还可以让我们利用双手握持的方式呢，有更大的视野去发现敌人。如果再去看书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文字和内容显示。那么到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疑问了，那就是为什么我需要把原本单层显示的单一窗口变成一个多层级显示的窗口呢？现在一个屏幕一个层级不是挺好的吗？当然它没有问题，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其实折叠屏和直板手机它本身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并没有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折叠屏的价值它在于可变二字，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升级，它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多一个选择，一个更好的可能，那么在你不需要的状态下的时候又可以恢复到你熟悉的状态。所以 Mate XS 在 UI 上的做法，在折叠屏现在这样一个很早期的阶段，其实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探索价值的。就像我们对于早期的 PC 和手机的图形界面去那样探索一样，它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思路来进行验证，去验证理想和现实结合的一个最佳路径。华为的思路到底是不是最优解，我现在不敢下这样的判断，但可以算一家之言。我觉得它在整个过程当中至少做到了几个尊重。首先，华为基本上尊重了消费者在手机上已经养成的比较牢固的交互方式，没有在操作方式上做大量的颠覆。它可能看起来不够 fancy， 但是它绝对是没有学习门槛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其次，它基本上尊重了人们在 GUI 上面过去所总结的经验，而且没有把 PC 或者是平板上的交互呢简单粗暴的照搬过来，而做了一定的结合和整理。第三一点就是，华为可以说在极大程度上尊重了现有手机的软件生态，规避掉了存量 APP 在折叠屏上适配的潜在成本，稍作改变即可使用，可以让更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 APP 当中去体验到折叠屏所带来的优势，这也是在当下一个非常经济且非常有时效性的做法。最后呢，我们发现其实华为形成了一套自己对于折叠屏 UI 的探索思路，至少让我们明确地感受到了它是一个体系化的思考过程，这是在华为的整个人机交互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是非常值得留意的一个现象。因为华为早期的EMUI 它起步可以说是比较晚的，在直板手机的整个界面的设计和探索上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摸索和学习，但是在折叠屏这儿呢，却成为了一个早期的探索者之一，这一点非常难得。
让我们也期待华为和它的整个折叠屏开发者联盟的共同努力之下，在日后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折叠屏呢，在今天确实是一个非常先锋性的产品，有人展开拥抱，也有人作壁上观。所以当你遇到像折叠屏这样的先锋产品的时候，你是选择保守呢，还是选择拥抱？你愿意为它买单吗？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曾经是不是也尝试过其他的先锋型的产品？欢迎大家在 iOS 的应用商店搜索 Zapp ZAAAP， 参与到我们的活动，跟我分享你的经历和观点。我们下期再见。